阳明海运也公布了每股配发20元现金股利，虽然说低于市场预期的23元，但算一算呢，殖利率仍然有30%，所以不少股民也抢进了，让今天阳明中盘爆出了大量拉出长红，股价一度冲上了72.1元，大涨超过7%，只可惜收盘涨幅收敛。一艘艘货柜船行驶在汪洋大海，货柜三雄去年大赚超过600亿元，外界预期股利会发得还不错，一度传出阳明每股配息飙上23元，不料董事会最后决议只发20块钱，让小股民有点失落。这几年赚钱就应该要配啊，因为你之前航运不是那么好嘛，那你就你公司没赚钱你不给，那我们也讲不过，也正常，但是如果你有赚钱就应该要配啊。短期可能，但是你往前看的话，阳明是有希望的。虽然阳明股利配发不如预期，但细算殖利率仍高达30%，同时基期相对低，还是有大幅回升的机会。因此，股利政策一公布，立马吸引买盘涌入，十号更爆出大量，盘中一度攻上72.1元，涨幅高达7.46%。虽然最后收在68.7元，但涨幅也有2.54%，成交量超过24万张。也就是说，你在波段上涨之后，或者是短线反弹之后，记得要避免追高。货柜三雄，货柜这个整个景气的 cycle 如此之大，所以你要考虑说它的操作恐怕还是要短波段的操作，而不是说去单看它的股息而已。而货柜双雄长荣万海也即将公布今年的股利政策，回顾去年万海每股配发现金股利10.5元，还有股票股利1.5元，长荣则每股配发现金股利18元，但法人预期今年股利配发恐怕会受到影响，公司上面也都会考虑说长期配息的能力跟未来可以营运上面的一个资金的需求，因为这两年确实大赚，但是同时间呢，我们看到现在的景气确实的不好，运价上面来讲对他们的压力也相当的大，运能供过于求的状况没有改善之前，我相信他不会大幅提高他的配息。专家建议还是短线操作可以赚价差，但不建议为了零股息长期持有。东财新闻客户林浩宇台北报道。2013经典赛，中华队吉奥霍和拜韩杀进东京巨蛋8强复赛，中日史诗对决，举国沸腾，全民感动。2023经典传奇再起，全民应援，力挺中华。3月8号到22号，燃烧热血棒球魂，棒球经典赛看东森 ，I will show you。